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游戏爆装白了头。最近呢，有粉丝私信我说，说他80岁的奶奶想看我打出50件暗黑破坏神不朽的橙装。当然了，为了表达对中老年粉丝的感谢之情呢，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挑战。那么话不多说，上货！将军，兄弟们，今天玩的这个角色是武僧，他属于近战刺客的定位了。